感谢所有的主题演讲者为我们的 QCon Cloud Native Con Open Source Summit 第一天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分享。是的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会议开场。我们策划了一些令人惊叹的分会场活动，希望大家都能有机会访问我们的解决方案展示区，观看现场演示，与专家交流，并查看就业机会。是的，也别忘了去我们的项目展厅与项目的维护者去建立联系，并且呢，了解每一个项目的更多信息。这两个地方都在解决方案的展示区。没错，也别忘了今晚5:15开始的欢迎晚宴，请和我们一起享用饮料、小食，并与老朋友和新朋友交谈。欢迎晚宴也在解决方案展示区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一些人，没有他们呢，其实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。非常感谢我们出色的项目委员会，他们在帮助我们选择这些精彩的议题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感谢您参加今日的主题演讲。分会场活动将在上午11:00开始，其中包括一些你不会想错过的精彩教程。今天你参加的每一场会议结束后，我们希望你能够在 schedule.com 上留下反馈，这可以在会议的日程页面上找到。我们希望你今天过得愉快，明天再见。明天再见。